冷啊？昨天更热，昨天很热的。昨天北京三十几度，上升啊。对。云南的云南热不热？大冒的热吧。你那是泡的哈尼的舞。你跳得好好，真的，我都看不出来是你，因为以为是专业的那种，经常练。看自己的成绩。好，我会去看你们做过呀。穿的衣服好。这件衣服好看。这件衣服好看。那你喜欢金绿色？你怎么又戴口罩了呀？是。豆豆，哎呀，那个已经顶上了呀！啊，我就说这两件。